你哪来的钱租这种房子？哪来的钱付保养费？你的公司收入都上交了，填补之前农用的款项，你做的生意至今没利润没提成，你上哪找额外的钱来支持这栋改建？爸爸英明，我问你个话，那你别捣乱，后悔哪是吧？那好。 我来问，争取客户的经费，你卖了多少？没了哪几笔？说话。爸，就李叔那单，多少？多少？1/2，差不多。公司备用金呢？你拿了多少？ 5/5，差是这个季度的1/5。报销发票有没有做手脚啊？那个我怎么？有没有做手脚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以为我那么好糊弄啊？啊？你以为我那么好糊弄啊？就这里头的大大小小的开销，你手上至少一大半。 不说实话是吧？明天我就回公司，立马调查。我立马调查。我照实说了呀。照直说的。哎呀，家贼难防啊！不是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小兔崽子的？爸，我刚才跟您说的都是实话。你放屁！从明天起，总经理的位置也不是你的啊。 你暂时不要来公司上班了，以后做什么，我还要慎重考虑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能再给你接触钱的机会。我累了，小小走。哦。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今天误伤到你了。不过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要另找饭碗喽。 走啦，不谢。曲香香，你给我等着。